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。上一次 Miki 老师带大家唱咕噜咕噜，我们已经玩了手指谣。那今天我要带着小朋友来画画咯。那请小朋友去帮我准备彩色笔还有回收纸，然后啊把一张纸剪成四等份，画出不同的水果，请赶快去帮我准备吧，我们要来画水果咯。好，小朋友拿回来了吗？那请你们先帮我一个忙，请爸爸妈妈帮忙把纸裁成四等份，然后每一个等份画一个水果。请你们帮我画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最近现在很甜很好吃的芒果。还有，请你帮我画现在也是夏季的水果，西瓜。然后再帮我画两个我们歌曲里面有的水果，一个是苹果，一个是香蕉。好，画好之后我们才可以来玩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先等你们画好咯。好，时间滴答滴答滴答叮。好，你们画好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把这四种水果拿来唱一唱咯。好，那待会呢跟着歌曲， Miki 老师会喊出水果的名字，喊到以后请你把它拿出来摇一摇。这样会了吗？先看我做一次哦。好，准备咯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请给我芒果还有西瓜，这个那个我通通都想吃， Yummy。 好，准备咯，再一次哦。手借我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请给我香蕉还有苹果，这个那个我通通都想吃， Yummy。 好，吃掉。吃饱了，这样会完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再来玩一次哦。等一下 Miki 老师的水果可能会换来换去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好，先手借我一下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请给我苹果还有西瓜，这个那个我通通都想吃， Yummy。 好，吃掉。放下来哦，再一次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我真的好饿。请给我芒果还有香蕉，这个那个我通通都想吃， Yummy。 吃掉咯。好了，这样会完了吗？然后啊，等结束以后，小朋友可以再多画几种不同的水果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把它拼贴成一个水果人的造型哦，像这样。噠噠，哇，你有看到 Miki 老师贴了什么水果吗？有芭乐，有哈密瓜，有草莓，有小玉西瓜，还有凤梨当我的发夹哦。好，所以小朋友也可以自己画水果，把它剪一剪，然后变成一个水果人。好，这样会完了吗？喜欢的话下次再跟着 Miki 老师一起唱唱歌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